教你一个难的啊，绕八字啊，这样子往后面画，是比较难的，这样一个八，啊，一个八字，这个是比较难的，啊，你可以的，相信自己，来我这儿。我保护你呢，往我这儿来，可以的。对，就是这样，可以的。过来我这儿，啊，往前。这玻璃都猜不透，你名字在哪颗星球？我跟你说过的。我想悄悄在边境的气球，透明的心事在出走。我刚刚还没准备好呢。路上的漂浮着在你的左右。我当我渐渐靠近你。吹来轻盈微的小微风，我指尖经过你袖口，换成了一场暗恋环游。能不能再多见你一面，不让勇敢输给退却，藏起来的想念会变成藏不住的喜悦。同学们请停止作答，然后把试卷翻过来，拿好随身物品离开教室。你先走了，陪着你看。好啊好。哎呀呀，哎，汪汪呢？哎，汪汪，来看啥呢？那个最后一题说传播的特性，你写了几个点？啊，那个之前模拟考有考过的。对，等等等等，我怎么没看见这个题啊？在哪儿啊？及时性、传播性还有广泛性。没关系，喂，就是，你看到了之后，你也不会写，对不对？是不是结果是一样的？没关系。啊，那倒也是。算了，下学期补考吧。但是今天晚上狂欢谁都不许少啊！必须都去，听到没有？知道了。桑桑。嗯。你爸妈同意你留在颐和实习了吗？没有。为什么不呀？实习多好呀，可以融入社会。他们不是不想让我实习，是不想让我留在颐和实习。他们在南吴还找到了实习工作让我回去呢。那就回南吴。啊？那我还是觉得留在颐和可能会更多机会吧。嗯，你是觉得留在颐和的工作机会多一点，还是觉得留在颐和的老哥哥会好一点？啊、喂，你好。哦，哦，哦，是我。好的，好的，知道了。怎么了？面试过了。